好，下面我们介绍一盘棋，是在1991年第五届天元赛决赛的第三局。当时我在预赛中呢，获得冠军，取得了向第四届天元这个刘晓光的这个挑战的资格。在挑战的前两盘中呢，我以2-0领先。那么现在介绍关键的第三局。这盘棋呢，我是拿白棋，刘晓光黑棋。星了。这个。啊，对，这个啊。啊。啊，这样的布局我下的很少，叫错小目，在70年代呢非常的流行，是这个那时候可以说是所有的著名棋手和最高水平都是这样下。到80年代以后呢就少了，下的星比较多，到90年代就更少了。这个我这个用那个很旧的布局，二进好加。这是我们称之为这个妖刀定式。这个妖刀大家知道，这个妖字就是妖怪的妖，说明那个定式里头有很多这个比较这个复杂和难于掌握的东西。大家注意，这个一定要先搬，如果先压，白棋长。黑棋长，白棋再搬，黑棋就可能立下来了。这个立下来之后，由于有这两个的交换了，白棋可能很难受，因为白棋现在还得吼胡这个，那这两个变成恶手。所以呢，一定要先搬，等它接住了。如果这时候它立了，白棋就直接胡了，而不需要做这个交换。这个差距比较大，所以这个次序呢。以后爱好者下的时候呢，一定要先搬这个，等到它接上再压。这个棋不要怕等人家断，这断就打下去，黑棋没有好果子吃。现在黑棋还照出来，白棋现在立下来是一个一种挑战的态度，因为这个子儿是白子儿，争子有力。如果虎的话，非常的稳健。那么就大家都平稳了。现在呢，就采用了激烈双方对攻的形式立下来。这个不管怎么说，几年前91年跟现在已经是3年前了。那个至少在3年前，我那时候比现在要这个年轻一些，所以气也比较旺盛一点。现在就有可能虎这个了，大家都就是都当个和事佬，就平平安安过，都过去了。那个时候不肯要立下了，黑棋没有退路，只好断，这就成为大型的真正的妖刀定式出来了。是接住挡住，黑棋长，白棋接，黑棋断，白棋跳，黑棋尖。为什么讲这叫妖刀定式呢？现在呢，这些变化呢之外还有其他的变化，比方说现在黑棋走这个，这就是妖刀定式中的其中的一个。看着这招棋很怪，但是你要应不好的话，可能就要出问题。黑棋走这个，白棋假如搬，假如搬，那么黑棋可能就接住了。接住之后，白棋比如说尖出来，要不然这个夹死了，这个夹死就或者吃死就不能下了，那么黑棋断。假如白棋叫吃，黑棋接，白棋叫吃，那么黑棋吃，黑棋再长，白棋拐。
一记一半。那么这个定式呢，就成为对白棋很不利了。这个白棋跟这个黑棋对杀，白棋是要打劫，这个打这个劫呢还要还，就是手术还很麻烦，对白棋来讲非常不利。这三个也断在外头，而且这个劫呢基本上打输，开始没有劫，所以这个挡的时候，白棋呢有可能走这个，那么黑棋走这个，白棋接住，黑棋在外面已经先手把这个走了，还可以利用引征，甚至于就这个走这一类的棋也有可能，就说这个变化很多，至今还有很多地方没有完全搞清楚。那么黑棋直接尖也有，现在黑棋就是直接尖，白棋接住，黑棋靠，白棋打吃，这个长有一定的问题。这个长啊，因为这个长之后呢，白棋长出来之后就马上就有这个蒙头蒙住黑棋，那么黑棋现在必须长出来，这样白棋再一拐吃的话，虽然这个拐出来打得不得了，但是黑棋呢没时间拐，为什么呢？这儿黑棋跟白棋还进行着犬牙交错，谁先走在这个角呢都是谁占便宜。那么黑棋为了全局的利，忍痛把这个局部上一个非常大的棋就让给白棋了，那么现在黑棋就是搬这个，对，白棋再搬，黑棋只好接住一跳。现在假如黑棋跑出来，白棋一路压过来争个先手把这糊起来，这个角黑棋占着便宜不大，而且外边中央都是黑棋都是白棋的，所以这个黑棋长这个。如果白棋接一个或者小尖一个的话，再或者并一个，那么黑棋再跑出来，大家注意这两手的交换跟这个变化是差别非常的大。这一来这个是形势，黑棋已经没头了，如果这一来，那么白棋出头变窄了，都是黑棋那个头宽了，这个差距非常大，所以黑棋一定要争这个，那么白棋就把它提了。这一提之后，这两个已经基本上自然就是安乐死了，这已经没有这个没有活力了，这个已经死在里头了，这两个已经被从棋盘拿下去了，所以在这一代呢黑棋的损失呢已经很大了，而换棋的就在这儿取得了一个后势，黑棋靠。这个棋呢普通的话，这儿因为白棋非常的厚了，可能这个棋只能这样补一个。现在呢因为不管怎么说这个挡还是先手，可以爬一个挡先手，这儿还有相当多的空，这个棋呢如果说有点落后的话，那还道路漫长。现在黑棋走这个，被白棋进来，这个进来呢并不完全是打入破对方的空，大家注意黑棋这些子儿啊，如果一旦没有眼呢，在白棋这个提花的这个大堡垒面前呢，是一个可以说非常沉重的包袱，所以呢黑棋刚才我说一定要在这儿走呢，就是把这些呢成包袱呢成为空，那么还可以继续的进行持久战。现在这个东西呢已经变成了包袱，所以对黑棋来讲，黑棋非常的这个沉重啊。黑棋搬，力图在这争先手，白棋不理，白棋一飞，黑棋还不理，白棋再跳，
这个跳和这个尖呢，挡呢都可以，也可能这个挡好一点，也可能这跳好一点，这个意思差不多。但是它有一个重要的，就是说把黑棋的这个眼给它去掉。黑棋一旦没有眼之后，就需要在白棋的墙壁这儿呢旁边走棋，黑棋每走一步对白棋是一点影响没有，而白棋每走一步对棋盘的这个空的这个地方，也就是说处女地的地方呢，都是有这个作用的，最起码是有开垦的作用。所以呢进行到这儿的时候，白棋才取得了布局决定性的优势，也就是说这招黑棋呢可能应该做活。当然这时候已经慢了一大步，那么也这招棋呢也应该在这儿走，最重要的是这招棋应该放在这儿，就是黑棋在这儿一二三的这个战术，这个战术等于是一组，像打拳是一套组合拳，一二三出来之后呢，实际上没有什么效果，吃掉了个白棋一个这个无关痛痒的棋，而白棋在这儿这一二三对黑棋这个可以说是像打拳似的，黑棋打的这个打在白棋打的一个不能得分的地方，白棋打的黑棋不光能得分，而且把它打昏了，这一下的时候这块黑棋就开始昏头了，得往外仓促的这个出逃，跳跳出来，白棋压再跳，长的长长长的再压，这时候再跳，没有长，黑棋尖，白棋飞。现在大家可以看啊，从这个以后，白棋在这儿走了一二三四，黑棋也走了一二三四。这一二三四之后，黑棋是一目没有，是不是？一目都没走到。白棋的一二三四，虽然黑棋在这儿走了三手，由于他一走之后，这个都没有什么，一点都不大，这个外势也没有了。这个外势也没有了，通通的是因为这块黑棋不活，一定要跑，一跑之后白棋就接着攻它，黑棋现在一看再跑白棋再补的话形势就更加不利了，所以就不顾一切的争胜负把这个冲。这个地方呢有一个，在我们围棋中呢有一个断哪边要吃哪边，假如现在黑棋断在里边，那么白棋就要吃这个，黑棋吃这个白棋提，黑棋呢争不掉白棋，假如一争他就攻，他一攻就跑正子了，所以黑棋现在不敢断在这儿，只好断在这个地方，那么接上他争掉白棋要后手活，刚才已经提掉一个已经先手活了，所以这个差距是非常大的，白棋是在断的时候就吃这个，让黑棋提掉这两个，这个转换之后呢，黑棋取得角地确实比较大，但是白棋在外边先手提一个子呢，把这块也处理的比较强，然后争得先手，中央再攻，这个时候呢已经可以说白棋取得了决定性的优势。为什么说呢？咱们就是这个时候呢，因为下棋呢都离不开判断，我们现在看看黑棋的这个目，黑棋呢就是这儿呢，从这儿开始算八目、十目、十二、十四、十六，这个子也跑不了了，十八，这里头都算黑棋的目，十九、二十二、一二、二三、二四、二五、二六、二七、二八、二九，三十目，两边三十，这一冲白棋只能退，这含着吃一个子有一目棋三十一，然后这儿有一个星。那么白棋呢以后黑棋冲白棋挡，黑棋走白棋立，黑棋搬白棋叫吃，黑棋接住的话白棋搬这个，白棋这是它是六个四子，十二个，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二、一、二十二，这提一个二三、二十四，这儿呢二五、二六、二七、二八、二九、三十三、一、三十二，三十二所有的后啊现在都没有算目，而且采取了主动的进攻，这棋从
从这个实际来讲的时候，黑棋已经盘面也已经输不少了，因为什么？白棋在主动的进攻，黑棋必须往那边跑，而且一边跑也没有得不到便宜，白棋全都是下在外面，黑棋全都是在这个花的周围，所以这个这盘棋的布局到这儿，白棋已经取得了压倒的优势。我们再稍微看一下底下的进程，长黑棋招虎，不然白棋一断就不行了，白棋再飞，自然而然的对这个星就施加了压力。大家可以注意到，白棋现在如果在这儿挂一手的话，上边的空远远不是提着一个子两目，现在中央呢，白棋有一些潜力，我们刚才计算也都没有计算进去，而且这块黑棋如果走大了，走的这个比较那什么的时候，白棋还有这样的手段，黑棋还要先从这儿冲一个，所以这个棋黑棋非常的难受。黑棋尖长白棋再长，大家注意没有，所有的黑棋都是下在里面，所有的白棋都是下在外面。从这个里和外呢，我们就可以看出来，这个大家对这个爱好者对围棋将来的理解就是，你下在里面对棋子影响只是，你像这个子只是单纯护住这个段，和在这儿呢，将来走这儿可能做一目，在这个地方也能做一目，而在外边的子呢，那对棋盘的影响大了。比如说这个子挂在这儿，那么由于这三个和这个提的话，那这儿是白棋这个很大的空，实际上到这儿呢，这盘棋应该说是已经黑棋对黑棋来说已经是山穷水尽了。这盘棋从这个自始至终呢，白棋在布局中呢就是利用了这个棋理上的优势，在这提的两个子手比较厚，这时候双方还是差不多的。那么由于黑棋过于抢占局部的便宜，对全局呢考虑的欠细，那么白棋呢通过了一二三，跟这一二三的交换之后，全局上就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，而且这个优势现在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大。从这走这个飞，黑棋为了争胜把这两个提，那白棋再飞过来那就越来越大，是实际的结果是走下去没多少步之后，黑棋为了争胜负呢，后来这块棋也死掉了，也没有这个那个由于抢这个上面的空呢，就死了。这盘棋呢就以白棋这个中盘胜告终了。那么这赢下了这盘之后呢，在第五届天元比赛中呢，我也就以3-0战胜了这个当时的天元刘晓光，取得了这个第五届的天元。这盘棋呢，由于后来的呢就是比较那个简单了，所以不给大家再继续介绍了，就是主要这盘棋就给大家讲这盘的布局，特别是讲这个提这两个之后，利用这个后势，在这个布局中如何利用这个后势，这盘棋就给大家介绍到。